Ladies and gentlemen, Jeremy Lin, Lin Su Hao. 球已经在林书豪的手上，来看一下，就特拉索比做什么？林书豪在发挥生涯的第一个助攻。 在分球，黄玉祥左边，右边来一个来控挡，右边自助站，出手，从一开，梦家的球流动以后有一个轻松切入的机会，哇，这边在场上确实创造了蛮多机会给队，哇，这边是旅美的对决之后，对抗的出手被挡了下来，球权还在他的手上，最后带来头球冲距离，都有做调整。 赵普，这一个这边有速度上面的优势，三分线的两大步的出手，这是豪神将到凤山体育馆来。现在成一点，球弹光荣，往前面推快攻，王玉祥要挑战篮筐，用左手分球悟空，左边底角的三分出手把握住这个单，派上了防守专家杨胜业，刚才也是紧紧贴着林书豪，现在换成陈正杰到篮底下，打了梦想球王者N1，自己偷了战术啊。 他就是战术啊！我本身就是战术。对他本身就是战术。压到禁区，回头找克拉索夫，再发球线火热的跳投，往里面给。林书豪对抗之后拉杆，哇，这个难度很高。这边小打大，直接切到禁区，翻身，对高难度的第二个球，林书豪给投进。左边顶手的出手，这个三分弹到偏了，拉下篮板是少虎。 再分，右尾给到林书豪，左边这是一个空档机会，有可能进攻篮板会落在大臂的身上。那你在第四节才比较好。书豪过底线，分球王绿翔拿到球，直接出手，这是一个三分球。那目前这场比赛的成绩单是21分，13个助攻。